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四月十一日，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知道今天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在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国家，有许多的信徒把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称之为 Bright Sunday， 就是光明的星期天。这一天是 The Days of Joys and Laughter， 就是一天有很多的喜乐，很多的笑声。因为初期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包括了 Augustine， 他们觉得上帝在上个星期给魔鬼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 Bright Sunday 又称为 The Holy Humorous Day， 就是一个神圣的幽默日。在这一天，我们大家都带着笑容，带着笑声，以幽默来对待我们的周遭的朋友。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吗？世界上最短的讲道 The shortest sermon in the world， 它的 title 就是 Killing Jesus， 杀死耶稣。它的内容也是两个字， Didn't work， 没有成功。是的，魔鬼的计谋要杀死耶稣没有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Bright Sunday 我们所要庆祝的，在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我们以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突破死亡，战胜魔鬼，复活了。这时候我邀请普林甘第一长老会和富勒长老会同心来敬拜。宣召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常愿与主亲近，跟主步履，他
命令我安然奔跑，服从去尽力，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福音。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一切的歌颂与赞美。谢谢你在七日的头一日，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啊，此时此刻，愿你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耳，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向你献上最深的感谢与赞美。愿主你自己的宝座临格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主啊，此时我们要来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愿主你保守你的仆人，赐给他单讲的信息。愿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第十四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第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第十六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上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庆祝了主的复活和普林甘教会设教40周年。感谢上帝在他的恩典中，教会走过了40年。我很期待，也继续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起来踏上门徒之旅，携手开创下一个40年。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门徒之旅系列信息的第二讲，跟随耶稣。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一讲的信息中，我与大家分享了传福音与带门徒之间的关系。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安德烈传福音运动。高牧师鼓励我们像使徒安德烈那样一个一个去邀请朋友来认识耶稣。教会要传福音实现大使命，靠谁去传呢？答案是门徒。门徒是传福音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门徒一年能带一个人做主门徒的话，那10年后就有1024个门徒。40年后呢？2的40次方是13位数，10000亿以上，多么令人惊讶的一个数字！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很理想化，现实有很多的难处。如果每个门徒无法一年带一个门徒的话，可以2年带一个，5年带一个，或者一辈子带一个。但是不要小看一带一做门徒传福音的力量。如果教会可以坚持不懈、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带门徒的话，那么教会自然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健康、刚强、持续的增长。从教会2000多年的经验看，教会增长不变的老招式就是带门徒。这也是从耶稣开始传承下来的模式。那么如何带门徒呢？在上一讲的信息中，我们提到门徒三关系。带门徒的英语单词是 discipleship。 Danship 这个词作为英语单词后缀的时候，表示彼此之间有某种关系，比如 fellowship 强调伙伴之间的关系。而 fellowship 在华人教会中有一个特别的翻译，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团契。团契是门徒与门徒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而 discipleship 带门徒这个词则同时包含了三种关系：与上帝的关系，跟随耶稣；与其他信徒的关系，委身教会；与未信者的关系，得人如鱼。教会训练门徒、带门徒，就是帮助门徒在生命中建立以上这三种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最首要、最根本的是与上帝的关系。没有与上帝的关系，就没有门徒之旅的开始。
与上帝的关系是门徒生命的起点。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带门徒的第一种关系，与上帝的关系，跟随耶稣，分两个部分与大家分享。第一，生命在关系中传承；第二，保罗与门徒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生命在关系中传承。14年前，2007年，我所在的教会举办了一次周末集中培训课程，给我们培训的讲师是郭正友教授。课程的题目叫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这套课程后来出版成了书籍和 DVD。 在书的封面有一行副标题注释，以关系为导向，从亲密的门徒小组改变生命。虽然我从小信主，也听过耶稣有12个门徒，但直到那一次的培训，我才第一次听说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原来耶稣带12个门徒不只是历史故事，与今天的我也是有关系的。一个人信主以后，不是自然而然就懂得做耶稣的门徒，而是需要被训练。这就像一个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懂得如何做老师，如何成为运动员或者科学家，也不是天生下来就懂得如何做丈夫、做太太，如何做爸爸、做妈妈，或者天生下来就自己会成长。当一个生命生下来以后，需要被喂养、被教导，先吃奶，再吃干粮，直到生命渐渐的独立和成熟。以前我以为教会的工作就是每个星期天大家集合到教堂做礼拜，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这是公众都知道的。但直到那一天，我才第一次明白，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做到每一个信徒身上的，叫 discipleship， 翻译为训练门徒或者带门徒。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他是怎么把福音从当时传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耶稣除了自己一边传福音，给百姓讲天国的道理，给人医病赶鬼做慈善以外，耶稣还呼召了12个门徒，把他们带在身边，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训练他们，并在升天之前把传福音的使命委任给他们，由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通过人传人，通过门徒传门徒，以关系为导向，在小组中带门徒的模式传承直到今天。在那一次门徒培训课程之前，我其实已经受洗信主很多年，但是我的基督徒生命就像是放养、散养，没人带，没人管。我记得有很多年主日的时候，我常常不去做礼拜，偶尔去一下教会做礼拜，那礼拜结束后，团契结束后就各自散去，与谁都没有太多关系。久而久之，这个信仰仿佛与我也没有太大关系，信仰对我生命的影响很小。但是感谢主，到了那阶段，上帝借着那一次门徒训练的课程，把我带入1对1带门徒的关系中，给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那一次的课程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那一阶段我的生命中忽然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她叫三妮姐妹。她不是我的父母家人，不是我的同学朋友，而是教会的长执会主席。她让我感到了基督徒生命的温度，她经常来找我，把我带在身边，像家人一样，并邀请我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一边指导我，对我进行将近1年的1对1门徒训练。当时我正在寻找未来人生的方向，
在他的带领下，我开始学习如何寻求上帝的呼召，并且按照课程最后一课有意向的人生向上帝祷告，求主启示我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成为有意向的人生。感谢主，很奇妙，上帝那时就回应了我的祷告，第一次向我显明他的呼召，就是去申请就读神学院。十几年下来，几番波折，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虽然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城市，与三妮姐妹不在同一间教会，她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在生活中与我很亲近地带我做门徒，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停止基督徒的生活。我无法停止每周去做礼拜，去主日学查经班、团契小组、祷告会和其他服事。我里面属灵的生命仿佛是冲破了各种荆棘的拦阻，开始快速地成长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他付出那么多努力，与我建立起亲密的属灵关系。感谢他对我的带领和付出，他是我生命中近距离看得到的基督门徒的榜样。他教会我如何做主的门徒，如何跟随耶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年的十二个门徒有那么特别的机会可以亲自跟在耶稣身边效法耶稣，之后的门徒呢？我们无法跟在耶稣的身边，那么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如何跟随耶稣呢？感谢主，耶稣使用人，使用门徒来帮助人与上帝建立关系。耶稣深深地明白他所赐给门徒的是属灵的新生命，而生命是在关系中传递的。于是耶稣就训练差派十二使徒，差派保罗进入人群中，呼召那一些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带领他们来效法基督，跟随耶稣。保罗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法的对象，带领门徒一起来效法那看不见的基督。基督的信仰不是冷冰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知识，也不是上网下载几篇讲道听听就行。基督的信仰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在生命与生命的接触中去实践、去展现、去感知和去传递的。当你打开一本属灵书籍，属灵的作者不会跑出来与你吵架、与你有冲突。当你上网观看世界最著名的讲员的讲道，讲员也不会突然间跑出来为你祷告、陪你喝咖啡、陪你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与你没有个人的关系，他们与你之间可以传递属灵的知识，却难以在关系中传递属灵的生命。因此耶稣从一开始就非常的重视通过训练门徒去带领门徒，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中，在门徒小组的关系中，通过生命来影响生命，通过门徒带领门徒来一起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接下来我将从这个很特别的角度，就是关系的角度来看圣经中保罗与门徒的关系，从中我们来学习保罗，效法保罗如何带领门徒来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第二，保罗与门徒的关系。请大家再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从以上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是建立关系的高手，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情，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保罗从福音里面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叫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因着传福音给门徒，使门徒属灵重生，仿佛如同保罗在属灵上生了一个孩子。这种关系是因着福音，因着属灵上的带领而产生的属灵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保罗的心里，他看自己如同父亲，如同母亲，看门徒如同孩子。第一，保罗看自己如同父亲。在保罗的书信中，保罗多次称呼他带领的门徒为儿子，保罗视自己如同他们的父亲。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多书一章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腓立门书一章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在这里，保罗称呼提摩太、提多、阿尼西姆为儿子，与他们的关系如同父子。一个人临终之前最想见的人有谁呢？有自己最爱的家人，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吗？当保罗临终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快到了，就写信给提摩太，催促他赶紧带上衣服和书到保罗那里去探望保罗。提摩太是保罗临终前最想见的人之一，可见他们在属灵里建立起来的关系深如父子。保罗与提摩太也成为属灵父母和孩子的典范。第二，保罗看自己如同母亲。保罗不仅看自己如同门徒的父亲，还看自己如同门徒的母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虽然是男性，但在这里他对待门徒不仅有父亲般的威严，也有如同母亲般的温柔、耐心和爱心。他不仅自己如慈母般爱护门徒，还劝勉其他的门徒也要以母亲的慈爱去带领其他门徒。第三，保罗看门徒如同孩子。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对门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清晰的认识，他按着门徒属灵生命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来喂养他们。当门徒还是属灵婴孩的时候，就以灵奶来喂养；当门徒享受当婴孩，只想躺着被喂奶，不愿意长大的时候，
保罗又开始挑战他们要学会吃干粮。保罗对门徒的牧养是一对一个性化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同时又有前瞻性、鞭策性，去引导鼓励门徒持续成长。从以上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优秀的教师，但他与门徒的关系却不仅仅停留在老师与学生之间教授知识的关系，而是上升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生命传承的关系。师父虽有一望，为父的却是不多。老师与父母有很大的区别，老师在学校里负责教某一学科的知识，但父母却要负责孩子生命的成长，不仅操心孩子知识学得怎么样，身体健不健康，还要操心孩子生存的技能、思想品格、人际关系、事业的成功或失败等等等等。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父母会花时间关心孩子，花精力陪伴、倾听，给建议、给帮助，也会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进行管教、监督和指正。在保罗那个年代，已经不缺乏做老师的，师父有千千万万，缺乏的是愿意做属灵父母去带领门徒的。到了今天，我们这个年代也依然是如此。现在的网络传媒使教导的资源比以前更加丰富，上网就能找到许许多多师父和教师和各种自学的教材，甚至整个教会的主日学课程、整个神学院的课程都可以装在一个小小的移动硬盘里面。但是在门徒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却缺乏愿意做属灵父母的保罗去带领门徒来效法基督。当然也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学成才来跟随耶稣，不需要某个人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属灵父母、属灵导师或者属灵伙伴，不需要与其他门徒来建立关系，不需要参加小组、委身教会，一样可以跟随耶稣。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明白、不了解一个真理，那就是生命是在关系中传承的。没有哪个基督的门徒可以脱离关系，独自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在门徒的生命中，最少有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你，而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你开始认识上帝、与上帝建立关系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个人，或许已经有一个门徒小组的几个人不断地在背后为你信靠主、认识主、渴慕主而祷告。在你认识主之后，可能也会有像保罗那样的属灵父母，或者像巴拿巴那样的属灵伙伴，想主动地来关心你、带领你、帮助你去跟随耶稣，去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从这里我要带出今天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的属灵生命处于何种阶段，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一位属灵的保罗可以关心你、带领你、教导你、爱护你、帮助你，也监督你、指正你，可以陪伴你更好的来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如果有，为你感恩，这是上帝要特别赐给你的恩典和祝福。如果没有，我鼓励你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主为你预备一位属灵的保罗。我更加鼓励你，你是否愿意从自己做起，让自己成为属灵的保罗，去寻找
去带领其他的门徒，去主动关心他、爱护他、教导他、建造他，在必要的时候指正他，带领他一起来跟随耶稣呢？或许你会说，做属灵的保罗去带领其他门徒，看起来条件太高了，保罗是个特例，我们普通人难以做到。或许在我们刚开始做主门徒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属灵生命难以一下子和保罗有同样的属灵生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现在就可以开始去邀请人、带领人来认识耶稣，来跟随耶稣。只要你是耶稣的门徒，只要你愿意效法耶稣，只要你的生命被耶稣改变过，我们就可以去邀请人来看我们的生命，来效法我们。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维基教会的故事。当你需要很快得到一个信息的时候，你会去哪里找？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样，我会先访问维基百科，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免费网上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的维基 Wiki 是一个来自夏威夷的词语，意思是快。现在看来，维基百科很快取得了成功，但它其实是一个意外。在2000年 ，Jimmy Wales 和 Larry Sanger 开了一个网上百科，叫做努百科 （Nupedia）， 目标是要做到最好。努百科只发布专家贡献出来的专业条目，在一个条目能放上努百科之前，需要经过深入的学术检验过程，而结果证明这个策略极其低效。当努百科的服务器在2003年停用之前，只有24个条目通过审核上了网，还有74个条目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上了努百科的条目很少，不过都是以学术标准和专业水平写作的。在2001年，当努百科发布一年之后，威尔斯和桑格开始了维基百科，作为努百科的预备系统。他们的想法是让非专业、非学术、非专家来写文章。在上努百科之前，要通过专家们深入详尽的审核过程。到了2001年底，志愿者们已经提交了超过20000条维基文章。专家们花了3年的时间发表24篇文章，而非专家们一年就创作了20000篇。根据一个独立调查发现，这些由非专家们创作的文章，大部分都和由专家编撰的同样精确。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教会能成为像维基百科那样的维基教会，而不是像努百科那样的教会。我们不是要等到有专业资质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者超级属灵的圣徒，才能由他们来带领传福音和带门徒，而是每一位主的门徒都可以从自己开始去带门徒。维基百科并不是最完美的信息来源，但它的确让信息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呼召。上帝要成全不完美的人，要使用我们每一个门徒去传播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去完成最伟大的使命。愿主帮助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感谢梁恩玲传道的正道。接下来是本周的家事报告。第一，下星期五
四月十六日团契，查考《使徒行传》，时间是7:15，正式开始。欢迎弟兄姐妹登录 Zoom 会议室。第二，下个星期天4月18日的主日晨祷会，10点开始。第三，下个星期天4月18日礼拜主日礼拜，11点开始，讲员是高晓东牧师。第四，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奉献以支持参与事工的，教会接受奉献的方式，详见屏幕上的信息。感谢主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愿主使用众兄弟姐妹的奉献，祝福主的教会。报告完毕，接下来请高世超牧师做结束的祝福祷告。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以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